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黑曼巴所推出的 LSD 10号，明名叫做《沙漠之狐》的一个玩具。它是一个呢可以变形成坦克车的非常魁梧的一个机器人。那我不确定呢是不是每一位朋友呢都是收看我的节目很久，没有关系，我今天呢就伪装自己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要来给大家做一个 OK 黑曼巴的一个介绍。黑曼巴就是一家只会无脑放大合成量加盗版的东西，还卖很贵的一家山寨玩具的公司啊。在人物设定上呢，黑曼巴就是一个反派啊，是不折不扣的坏人。他呢盗用了正版的创意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去做一些改造改良啊。那这个呢，就是属于黑曼巴的一个第十个编号的产品。这一款的话呢，先前有推出过迷彩配色。那么这一回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物设定上呢是反派的黑曼巴呢，还一模呢多次的翻用啊，用了第二种配色，就一个沙漠配色。那么呢，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成品嘛。那它到底原来的这个被这个盗用的那个模具长什么样子呢？来给各位分享一下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你就看一下啊。这个是它，啊原本的一个形象啊。这个是，一家很大的玩具公司啊，就是 Hasbro 的一个玩具。它本来是这样子，然后呢，一个反派设定的一家山寨玩具公司呢，就把人家做成这样，啊，那这个基本上是非常失败的反派，因为反派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什么都坏啊，必须要做得很烂啊，就是各种表现必须让我们一边看一边骂。但是这个反派很显然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观众呢不知道怎么骂你的时候呢，那这个就很麻烦，这个反派就很失败的。那具体来说，你看到这一根啊，这个也是它改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就原本 Hasbro 版本有一根巨大的一个炮管。OK，这个呢。玩模型的男生比较多，可能你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东西发生在你的模型玩具身上嘛，对不对？你肯定希望是这样正常一点啊。那就这个部分是改良的比较大，那其他还有一些小部分的一个变动。那首先是这个改掉这个大炮的话呢，被移到了他的一个肩膀上面啊，就移到了这个肩部上面。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是可以把它转动下来啊，就变成是一个肩炮的一个感觉。那这个肩炮的话，我个人是习惯啊，是把它给竖起来，啊，背在侧边哈，有一个就是一个备用的一个火力的一个展示，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那另外还有一些改变了啊，多多少少都有了，像胸前这个爪子的部分啊，这里。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沙漠之狐的话呢，是把它呢做出了一个，这里做出了一个可以卡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构，让这个胸口这一块的话呢，就不会这样子晃啊。这个汝窑就是女角的一个 idea 啊，跟我们这个雄壮威武的这个男性沙漠大兵的话呢是扯不上边的。那这个胸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金属部件，这是它标榜合金的一个部件，以及的这个黑曼巴呢，它作为一个就是它可能黑曼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啊，他可能觉得呢 Hasbro 的玩具呢还不够低龄化啊。就是，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更邪恶、更加低龄的设计，就是让机械的眼睛会发光啊，这是非常幼稚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幼稚。他后面就是幼稚到说呢，只要呢按一个按钮，他的眼睛就会发光啊，真的是把人的智商呢看得太低了啊！我没有办法认同这么低龄的一个设计，让机械的眼睛会发光，小孩子才会这样子玩，对不对啊？所以呢，反派就是这个部分的设计来讲的话呢。是有达到一个反派的一个效果啦。再来的话呢，原本的正版的模具的话呢，它这个肩膀两侧的话是这样啊，稍稍显得有点单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沙漠之狐的话呢，因为有一点小改模的关系啊，把原本这个正版在后面的这个臂甲呢，移到变成一个肩甲的一个部分，所以它感觉看起来就更加的一个粗壮啊，这个也是非常邪恶，对不对？这个。大家讲究瘦身的年代，你把人家做得更魁梧，做得更胖，所以就会让你有一种错觉啊，我不用减肥，你看人家机器也是很胖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玩具公司啊，我们一定要谴责一下黑曼巴，我完全不能认同这种
让大家忘记减肥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的邪恶。那这块部件的话呢，由于呢在正版的时候呢，它是要往前面拖住这个伸缩的这个板子，那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其他用途，我个人习惯是让它垂着就可以了。再来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前后左右吧。头胶的话，正面来看是几乎是没有，但是你翻到后面来看啊，主要是在这个手臂的一个这一侧啊，原本这一块，因为这个原本在正版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个臂甲的话呢，去做一个防护，遮起来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一块被整个板子被拿走，遮羞布被拿掉了，所以就看出来就是不一样了。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腿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就这一带啊，原本在正版的话，这里是有个连接的一个卡扣，但这里的话就没有了啊，变成说它这个人物的一个脚后跟感觉稍稍有点小弱的感觉。那以及呢，在正版的时候呢，在两腿变形合并的时候，这里是有个结合的卡扣，是一个凸。但是在这个黑曼巴的这个沙漠之狐这个版本呢，这个凸呢缩小了，而且非常的紧啊。不用道具的话呢，我还真的是有点抠不太出来啊。这个就反正给各位提一下，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扣分的一个地方。那其他的可动就给各位展示一下，头部左右看啊，没有问题。手臂的话呢，转动也是 OK 的啊，360度的旋转平举都是可以的。二头肌这里可以转动，那这个的话呢，这里可以往内转啊，这里还有一个关节可以往上转，所以它手部的可动还算可以。然后手爪的话，三指的话，单独都可以动啊。OK。那么呢，手上的这个配件的话呢，是可以自由的拆下的，这个部分转一转就拿下来了啊。那这个可以往后面，但是往后面扳只能动一点点啊，往后扣的话，我怕要把它弄断。那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基本的一个涂装，金属的这个，特别是这个铁灰色啊，这里涂装我个人觉得还算可以啊。这个基本上呢，不给这个正版面子，你是作为一个反派小三啊，偷人家东西的一个小偷，你把人家的涂装弄得更好看啊，你是没有江湖道义的。那他的一个身上因为有整个一个放大，不难看出来他的一个细节啊，变得又比较糊一点点啊，这个才是一个反派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偷了啊，但是不给人家做好一点，就偷就偷了啊，就是不改良啊，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反派应该做的啊，总算有一点反派的一个样子了。但是呢，这个齿轮关节啊，这个就是又是不给人家正版面子，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声音很响亮啊，但是它的一个侧踢的话，我觉得稍稍软了一点。这个侧踢啊，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扎实，有点软。那这个部件也是多出来的啊，在正版是没有这个的啊，非常的尖锐。这个呢可能会去刺伤到小朋友啊，所以黑曼巴是一个非常没有良心、一个邪恶的一个玩具公司啊，完全都不在乎小朋友的一个安全。刚刚说它这个眼部发光啊，是低龄的表现，这边又变得不尊重人家低龄的设计。啊，所以黑曼巴真的是一件很可恶的一个厂商，对不对？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沙漠之狐的变形过程啊，因为体型比较大的关系，我直接让它躺下了。刚刚呢，这边要提一下，这个炮是可以折起来的啊。好，那变形的习惯呢，我会从腿部呢做一个开始。那这个部件的话，我已经先把它挑出来了啊。这个原本是收在里头的，那这一块的话，因为不用工具的话呢，比较难翻出来，所以我先将它给做出一个翻出来的动作。那它这个变形，先把这个外摆内收转进来，然后呢，整个脚掌往上面推，推上来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转进来。这个部件推上来，然后呢，两腿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合并，就是靠刚刚掏出来的那根凸呢来做一个结合啊，好，把它扣上去了啊。那这个车尾的部分呢，就算 OK 了。那这就是它的一个车，不对，坦克的一个尾部。那以这个尾部呢，你做一个开始啊。接下来的话，我会习惯呢，从胸口这个地方呢开始做一个变形。胸口地方我们要做什么呢？先把这个解开，这里把这个凸掏出来之后呢，就把它的胸口的这个部分呢给解开。解开之后的话呢，就持续的呢把这整个部件的话呢是整个的往上面挑起来。这个地方就可以，眼睛比较亮啊，好恐怖啊！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头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面翻起来，然后翻起来之后的话呢，把内部的这块部件，这个板子的话呢，整个的给往上面翻上去。不对，先不用翻，先把这个地方解开就好了。我们把这个地方手部这个地方给解开，对，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好了。这里也是一样，解开。好，整个地方都解开，这个地方就松动了啊。我们要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可以松动，松动之后的话呢，先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整个的往上面翻上来，到这边。不对啊，错了，应该先变这个炮台的部分，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要先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部件就可以松动了，把它呢往下面压，往下面压，然后呢，整块黑色的这个部件，这一块黑色部件，好，我把这个副炮先挑起来好了，副炮这样整个挑起来，我们要翻整个这个黑色部件，整个的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这样整个拎住，
好，然后以黑色部件做一个转动，转过去。那这个就是要再把这个地方啊，刚把它放下来，它会方便我们做一个转动。这个时候这块部件才能够往上翻，翻起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功能，它会把黑色的部件呢给固定住。你这样子翻起来，这里有个形状嘛，这个形状跟黑色部件这个形状是一样的，这样翻上来。OK， 这样会把黑色部件给卡住啊，这整个黑色部件它就不会晃了。然后呢，再来的话，我们接着呢，把这个头给塞到内部去。头的话呢，是往上面翻起来，翻起来，然后呢，这两块部件往上面折，这里就会形成两个图，两个图往上翻进来，里面有两个洞啊，对不对？这里推上来，利用这个腹部这一带的几个关节啊，就找到一个适合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置，就将它给扣进去。好的，扣上去，没扣到啊。这个位置呢，将它给扣上，这个图跟到一个感啊，有没有读进去要自己去感觉啊。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 OK， 你看画面是我在操作啊，其实你们自己玩的时候，你们自己要知道有没有扣进去的感觉啊。因为这个本身它是一个 OK， 好，这样扣上去，这样一来整个这个车头的部分就算是整个都已经稳固住了。那再来我们再把这个部件的话呢，这个部件扫了一爪这边往上面提上来。提上来的话呢，是到这边就可以了啊，到这边。那么呢，在原本的模具呢，这个地方这个凸呢是跟这个内侧是有一个可以咬合住的，但是呢，这个改模之后的这个沙漠之狐的话呢，却没有这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啊，就是觉得比较奇怪了一点。然后就这样往上面推上来，那它是可以拉出来，忘了说了，这个它是可以这个地方啊是可以拉出来的，而且拉出来之后呢，再把它往前面翻啊，到这边啊会比较简单啊，这一侧也是一样啊，忘了把它给稍微拉出来一点，好，到外面这边来，好，它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履带前面的履带也算 OK， 那车尾也算 OK。那我的习惯呢，会先把呢整个坦克的底盘呢给完成，我们再来整理上面的这个主炮跟副炮的部分。那方便我们组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副炮这个部分呢给扣上来好了啊，因为我觉得它上面这个部件太大了，一直晃。然后这个部件这个球关呢，掰没几次已经松了。反正我先把副炮给完成，那副炮先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车子的侧边给完成。侧边的组合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部分就往上面翻，这有一个弹簧的一个机制，看到没有？这里收的时候往上推，这样子收，打开这样，这个有点像07年的那个模具啊。这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这个卡扣啊，记得要扣上啊，这个地方记得扣上。然后这个部件呢，直接的整个的往前方，这样往上推上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的啊，对应边就一定是有一个凹的，这样子往前面推过来。那往前面推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有几个结合卡扣了啊，除了刚刚说的中间这个地方要扣上之外呢，可以在这边对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可以扣上去了啊，这边扣上去了。然后前方的话呢，有两个结合卡扣比较重要，一个是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洞啊，这个洞的下方它是有一个凸的，那这个地方你只能用这样去推啊，去盲变把它给卡进去，卡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侧边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啊，也是从侧边扣上去。那原则上你这个地方扣进去的话，这里就会自动扣上去。那我这一侧已经 OK 了，这一侧的这个已经变完了，这边就已经固定住稳定住了啊，那会方便我们接下来做上方的这个坦克的这个炮台的一个处理。那这里我就可以变形快一点啊，这个地方直接翻出来啊，先往前面翻过来。那我们先把这个金色这个凸啊跟内部的这个凹先把这里给扣上啊，稍微眼睛去对一下， OK， 扣上了。然后上方的话呢，是以这个洞啊去能够这个洞啊去能够压到下方这个为准啊，这里一旦能扣上的话，侧边这里呢应该也就跟着扣上了啊。好的，那这个时候坦克的侧边都已经变完了啊，就只剩下上方的这个炮塔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炮台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两只手臂的一个收纳而已了。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结构啊，你看一下这个结构，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它那个副炮的话呢，就是整个副炮这个连接杆的上方就是一个副炮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个主炮的部分呢，这里上方这个部分呢给转过来，转到这一侧。 OK， 你要记得就怎么呢，把这两片部件啊，这两片可以翻出来，这两片部件啊是要在车子的尾部，是要朝车尾，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可以了，记得这样就可以了。好的，先到这边。接下来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这个地方怎么变呢？首先的话呢，你要记得它这里是个往内折的折进来的一个关节。我们先把这个，我先把这个既定的这个手部的一个变法先把它变完好了。首先你把这个部件翻出来，好，这个炮的话也把它给打出来，整个炮的话，好的，这里整个炮，把这个 OK， 这个形状没有问题吧，把这个形状掰出来应该不难吧，顺着方向去折就可以了。再来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呢，把这个主炮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把它往内，从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往内翻进去，然后这个炮的话把它转到前方来，具体的转法呢就是顺着这个灯光去转就可以了，这个好，就这样子把它转到正前方来，就这样就行了。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利用这个地方把它给压进去，这个副炮这个东西我们就稍微的把它给翻开一下，这样子把它给压进去， OK， 就把它给收进去了。收进去之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手这个部分拳头收紧，记得偷胶面是朝上，然后往内推进去，
往内推进去到这边，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等一下往下面盖一下，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内侧的话，内侧是有一个凸的，它是要扣这边一个洞到这边，这边记得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好的，那这个这一侧也算 OK 了。那另外这边的变法呢会更加的简单，因为它没有了那个炮，没有那个主炮的一个关系。那原则上就是把这一块部件转到朝前方来，你透过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关节的，把它往前面转，手的话呢收到内部去。哎，这个地方主要还是这个转轴啊，应该不对，应该是说把这个手给压进去比较重要啊，把手给压进去比较重要。上方这个副炮的话是稍稍会有点，就是可能会有点干涉，但是你熟练的话就还好，熟练的话就还好。这边这个记得这个头胶柱朝上，这样子把它给压下去到内部到下方去。好的，把它给收进去了。好，这个时候的话就把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上下咬合的一个结构，副炮的话就往后面推一点点，从这个地方上下咬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咬下去。好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刚提过了啊，这个部件这个副炮的话是可以转动啊，副炮还要再稍微转动一下，调整一下。好，稍微转动一下，这个部件往下面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记得是往内放进去，拳头要收起来，然后就我们刚刚提过了啊，这里是有个洞，上方是有个凸的，把它给扣上去。这边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会蛮建议你一定要先扣起来，一定要先扣起来，把这个手臂的这个上面这一块臂甲跟小臂这一定要先扣起来，后面的一个组合的话会比较简单一点。好，到这边然后就由上往下把它给盖下来，这个地方盖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往后面推一点点，往下面压到这边。好的，这个地方最后的这个结合，这里一样是有个凸跟它这个结合，在这边看到吗，有个凸跟它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下去。好 OK， 往后滑下来就到了，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个双动关节之类的东西啊，你就是把它顺着这个方向把它给滑下来啊，基本上也就能够扣到定位了啊。嗯哼，散架也其实是还好，因为它的一个公差算的还是比较准的，再去做个简单的严丝合缝的调整就可以了。嗯，中间这个副炮啊什么的调整一下，那这个的话呢就出拿到没多久之后它就有点松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加一点那个胶水啊固定一下也就可以了，待会再把它给固定一下。嗯哼，好的，那这个上方这里还是要没取一下啊，这里有一个OK 啊，扣进来了，好吧，行了，行了，行了，哎，整个都通体舒畅了啊，行，嗯哼，那最后就是把这个这些小配件啊什么的给装上去，这个按照它的一个方法应该是这样吧啊，这个放上去之后的话是感觉是比较凶猛一点点。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黑曼巴所推出的这个 LSD 十号这个沙漠之狐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一台巨大的坦克车的一个变形了。那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哦，一台非常有分量的坦克车。首先的话呢，大小尺寸呢，我们拿出它跟一个正版的一个相比啊，可以说是大上了足足的一倍以上啊，至少大上一倍以上啊。如果我们这正面来看一下，大小尺寸的话是当然有差别的。那这个配件的搭载的话呢，两者是并没有特别的不一样。那它这个最大的一个改良是，原本的模具它这个主炮是不能够转动的。但是这一次的一个反派公司呢，黑曼巴呢是把这个主炮呢做出一个可以转动的一个效果啊。当然转动之后呢，这个地方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漏线啊，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缺点。但是360度的旋转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那它呢除了一个眼部的发光之外呢，在坦克下呢是没有像07年的玩具一样是有一个炮声的，是并没有声的一个效果的。那当然这个副炮的话上面的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那至于上方的这个配件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拿掉。那这个在原本模具的一个副炮呢是拿起来之后是可以左右转动啊，但是呢主炮不能转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那它原本这个地方是稍微往上面轻一点的这个角度，在这一款模具里头的话呢是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了，整个是一个比较平坦了。那虽然说是沙漠配色，但其实它上面有多了一些类似于是什么光数位迷彩之类的这个涂装。那这个履带的部分呢，给各位给看一下啊，履带的涂装比较别致，它这个不是涂的，好像是印上去的啊，感觉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视觉效果。那履带的话下面是有副轮子啊，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履带啊，这个真的履带就绝了，神奇了。后方两个很大的一个油桶，油桶内部的话呢依然是空洞，并没有做一个补上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些细节的话呢，由于是放大的关系啊，所以可能呢并不是会并不到非常扎实，并不到非常的饱满啊，副炮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
那滚动性的话呢，轮胎的滚动性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基本上就是推得动，但是玩具本身比较大比较重。那在这个变形的过程里头呢，主要就是这个手的一个位置啊，去收到这个主炮的一个下方这一带，构成这个过程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去一个干涉啊，毕竟它的一个改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履带侧边的组合的话呢，只要啊把握住说中间这个一个结合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要扣紧的话呢，基本上底盘以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把握住上方的这个手臂的一个收纳就可以了啊。那主要是在这个手炮这个主炮的或改到手臂的后方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改良的一个点了。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还是一款就是蛮适合，怎么说呢，就体型就是加了一个大啊。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因为这一类的玩具呢在台湾的话是不可能在一般的这种玩具店或是大卖场去贩售了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玩具到底小朋友的接受度是高还是低啊，所以我们就不讨论小朋友是不是喜欢它了啊。但是我相信以这个大朋友来说的话呢，这个尺寸大小的一个冲击感应该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